好了，现在我们在奥特莱斯准备买点东西了，走。刚刚逛好了这家日本本土的运动品牌，我跟爸爸各买了一双鞋，把我们爸放到箱子里去。你可以给我穿、我们的鞋子可以互相穿，好不好？嗯，那你买的我穿，我买的你穿。快看 ，Gap， 这么大，我是吧？这个999好便宜啊，就相当于50块钱，50块钱我觉得这个秋装很好看。哇、这么多颜色都可以挑哎！哎，原来699哎，打折变999，我的天哪，变成它的零头，我买。哦，这件也很好，很便宜，小娟选了一件绿色的，等一下试一下。啊，这条裤子我喜欢，我也想买一个。啊，我们又买了3件衣服，每件只要50块啊，便不便宜啊？太便宜了。我们选了一个新款的桃子水喝，逛累了就买饮料喝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味道和以前的差不多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哪里？阿迪达斯贩卖店，走。When you purchase two or more apparels， 这件怎么样？可以啊，黑色选色，夹两件套，咱们试试看。小鸭试好了，来，咱看一下啊，怎么样？选色，继续挑，我觉得还是童装好看。慢慢逛，买鞋子。哎呀，这双好好看啊！对啊，这还超级软。小鱼儿选中了一双鞋子，咱们看一下啊，怎么样？感觉大小差不多吗？舒服吗？后面那块特别软。对，还有点空间。后面呢？可以，可以了，那买了。小鱼儿收获第一双，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这双可爱，可是是童鞋吗？嗯，这里是转码鞋，这个是阿迪达斯跟 AKT 猫的联名款吗？好像是，这个好好看啊！男女都可以的。哇，这双给我看看，好可爱啊！这双像唱戏的，这是本来就带皮靴的。哎，我又看到了一双奇怪的鞋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不可以放钱包？爸爸也挑到了一双，哇，好好看哎，跟你那双好像有点像，这是都绿的。对。